很和谐的一个画面，他们的晚餐传统糕点，一个土豪的感觉，自己私家包饭，哦，很漂亮呢。慢大哥，大家好，我是宋雅。大家好，我这边早上系列。其实前几天呢，超强才刚到沙巴而已，我现在又要带他走了。我们要去沙巴的另外一个地方。哎，等一下，这其实是秘密的。哦，我没有在听你讲话。Okay. OK， 反正这次要去的地方呢，是我自己也没有去过了，一直很想去的地方，就是圣伯纳。反正讲我还听不懂。然后它里面有分很多个岛，我们今天要去的这个叫做马达金岛度假村 ，Madakin。Oh. 今天我们就是会坐这一趟飞机哦，才一个小时而已，从 KK 到斗湖，然后就会有人来接我们啊，去坐船。如果你们看完这支影片呢，也是很想要去这个地方的话呢，尤其是台湾的朋友，你们不要忘记哦，从台湾是不可以直飞到斗湖的，所以一定要来亚庇村。好困难哦。不会啦，顺路的，顺路的，搭飞机喽。Go go。我还没有拍就已经到了哎。好的。我们到斗湖。会不会太夸张？是夏威夷吗？没有了。是啊，好像夏威夷哦。哇！谢谢马卡西。Thank you。来他们的餐厅准备吃我的午餐，然后还是以 buffet 还是 buffet 的形式，我觉得很酷，是这里是妥协者，好像去亲戚家这样子。Thank you。来给你们体验一下，私人岛屿的金奖。就私人岛屿，就是意思讲，不是游客的人是进不来的，这里就是完全是对我们自己人这样子。哇！哒哒，总统套房。大家今天过来晒，哎，不，大家交几天，不好意思。哇，哇，很大哎！你可以先自己看一下我的大便。不要大声，不要大声，让我看看。哇，很大。哇，浴缸，而且还可以看着山色。打开，打开，打开，打开呀！哎，哎，哦，一个洞，一个洞。哒哒，爽哦！会不会有一点太夸张了？请问这个地方要拿来做什么嘞 ？Breaking。可以，哦，它是一个加床柜。就讲如果打开它，就会是个床在这边，所以这个是这个位置很大的原因。你看这个，你看这个，可爱哦，可以开吗？开要加钱。Hello，哇，这个床很大。你不觉得他们这个设计其实是它不会很像很奢华，它就是走那种很马来西亚传统风格的。马来西亚真的是有这样子的高脚屋，它是做到很原始的感觉。不觉得这个景很漂亮吗？还有椰子树，很像就像我的钢蹦一样。这边可以坐在这边看海，看集美一下。它这边主要的房型就有分两种，一种就是海景，一种就是花园景，就是在里面的啦。但是它好像花园景哦，又有分几个，然后海景又有分几个，然后每个房型都有不同的设计这样子。我们现在准备要下海喽，看我今天穿的是不是很 sexy 呢？哎，什么是 transparent 啊？透明。这个船是透明的、啊。我以为是交换父母哎。Oh my god， 这个景很漂亮哦，很开心哎。因为我第一次在频道上面露那么多哎。你有露什么东西吗？我都没看到。露我的肉啦。哦。是吗？对对对。好肉。哦，我没有手嘞。我们悠闲下去吧。这样很漂亮。真好啊。你们发现那个海很绿啊、哦？头一样绿。耶。哇！没有，走得到吗？可以可以，两个手扶住，两个手扶住。我在中间的。好。哇！很多青苔。
们刚玩完了那个透明的盖亚，现在要来玩更难的，叫 SUP， 它是很大几率会翻下船，所以我们等一下要穿 life jacket。哦，没有前进啊！嘿，为什么你讲话有原住民腔？来，帮我放一首。后句啊。海浪滔滔，我不怕。等等。舍不得这个船。我靠！哎，等一下，这里是餐厅耶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因为我以为是放在这里，原来在另外一边。然后现在下大雨了，可以借一下我们雨伞吗？可以。Ginger tea。Ginger。我们按完了， yeah. 然后我这里有一个刀疤，有人看到吗？真的是坑啊！你觉得怎么样？印尼式的按摩，蛮屌的，很有感哎，就是很不一样。他有一招很厉害，是他会很像一直这样啊，对，不停的，你会 feel 到你的手一直在动，他一直在挑到那个筋，就嘟嘟嘟嘟嘟嘟嘟。哦，还有一招，他会拔我的头发哎。哦，对，他是整个这样。我记得我是这样卷一卷，他真的是卷一卷。剪一剪，嗯嗯。Soya， 哦，马上不干讲，马上不干讲。奶奶都救命了，我记。出去啦！孩子偷笑人家。拜拜。耶，阿妈娘很爽哦，我们去吃东西喽。他们的晚餐，我喜欢这个景哎。观众应该看不到的。哎，我看到猎户座了，我又看到猎户座了。这次的甜点是 Only Only 马来的传统糕点，然后它里面有椰糖。我有你的 Long Island 哎。那个脸很像阿凡达，就阿凡达那边的。嗯嗯，想要。他们这里有一个卡拉 OK bar， 可以喝酒，可以唱歌的地方。你看，还有一个小舞台，我妈妈最喜欢的了。哎呦，要来吗？这很适合你。藏着你最深处的秘密。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大家捧场。Good morning， 我们今天是第二天，现在我们去吃个早餐，等下就会下水路。我声音是越来越难听哦。对对对，真的。很有磁性哎，没那么简单。有哎有哎，晚餐很丰盛，炸香蕉。嗯，哦，我鼻子啊，好像鲶鱼啊。哦，我要穿这个大大鞋去浮潜了。我是觉得冰很冷哦。好快啊！赢了赢了，拿下冠军！我们在准备全副武装下水，这里就是他们租装备的地方。Cannot continue diving, and then you need to end your dive. Good, continue. Good, good. Go up, go up. 中啊！先拍来补补你。嗯？哦。哎。不久。I would be up waiting for you if you ever leave. I would wait a lifetime if you were at sea. I just wanna say.Oh, I just wanna love you right. Oh,
shock 啊！怎么？我这里面尿了三次哎！我们刚才成功潜下十米，还蛮深的。你说有100公分的意思？不是不是，讲错了，10000公分。我第一次下水的时候是很紧张，还不习惯用嘴巴呼吸而已。我就觉得鼻子也要做些什么。所以在下面其实还蛮顺利的，只是我很尿急，因为在下面呢，你会越来越冷，然后就会很想尿尿。可是你的水压会一直压你的膀胱吧？我觉得有可能，就是很想尿尿，真的。可是我没有尿。韩先生可爱，可是他不是像派大星这样，还是细细的。派大星是怎样？有眼睛是？有固执的。很意外，我可以走完全程。你有中途其实很好几次是不舒服、很压抑，然后很想要放弃的。你们觉得很没安全感？你知道潜水是不能想上去就上去，就是那种感觉会让你很。怎么办？我现在也上不去，然后我不知道我可以撑多久。对，其实我每当有这种念头的时候，我就看看旁边鱼，那人家也没有怎么样啊，我干嘛那边呢？我就跟他们一起飘，然后我们就变成了阿凡达水之道。只是这一次呢，我们做完这个 diving 之后呢，我们不是真正的会潜水的。真正会潜水的话，要去考那个潜水执照，这只是一个体验而已。就是马来西亚人小时候都会睡的吗？小朋友会吓死哎。爽吗？其实是很疗愈的。它这里呢有一个海上的教堂，我把金克进，应该是你拍我吧？真的，过来。通常要买到他们的婚礼配套才可以进来的啦，普通人是不会进来，是因为我今天有抓着相机。我不太确定你们透过相机看不看得到，但是我们的肉眼看去真的是很和谐的一个画面。因为在圣伯纳不是每一个岛呢都是有沙滩可以走的，所以这一个特点在马达金算是很吸引人来的地方啦。还有白白的沙滩这样子，就整个你不觉得这个画面这个很疗愈？你看那个鱼、那个天、那个海 ，Oh my god！ 旁边呢就有一个小 bar。哦，哇！等一下我们包船哎。有没有土豪的感觉？很像自己私家包船。哇、哦，很漂亮呢！我必须说是漂亮的。King of the world 的感觉，但其实这边就是 The King of Mada。真的。耶，再一个好不好？就想打嗝。好想下来沙发啊！有没有人要娶我？快点！我娶你。有没有富婆要娶我？快点！哎，穿这么美做么？什么意思？不跟你说。浪漫的蜡烛，深情的音乐，再加上这个油腻的双手，多么的浪漫！但是可以帮对方剥虾啊，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活动。这好大、啊，抽掉，是个耶！如果你们想来这里求婚啊，还是结婚啊，还是度蜜月，都蛮适合。然后有这个烛光晚餐，非常的浪漫。而且、我们沙巴最出名的海鲜是非常的好吃的。你们为什么要吃我的妈妈？是你妈妈呢？我跟你拼了！我跟你叔叔。没有，他不过来，我觉得他正在跟我们算账哎。OK， go。你这样好像太不合算了。今天是我们自己的最后一天了，等一下就要 check out 了。然后今天的天气超级好，今天的海很给力，它的颜色是这三天我觉得显色度是最高的，就清澈的，漂亮哎。床啦，我觉得这边哦算是生态保护的很好的一个岛屿。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可以看到满街的动物在吵架，他们甚至还有这个保育海龟的一个行程。哎呀，对啦，我们今天没有遇到这个放生海龟的活动。
可能有一些人呢听到来马达金这地方呢会有一点怕怕的，因为这里呢其实是最靠近菲律宾的岛屿那边、你可能不知道啦，但是之前就有发生一些事情，但其实已经你说怕就是不小心跑到别人国家没有签证吗？不是啦、是怕会有坏人这样子、okay. 因为这里呢他们有超过72个人的政府的安全部队在守护着这个岛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而且是24小时驻守的。岛上呢也会有那种雷达装置，如果今天呢突然间有一个非法的船只靠近他的岛的话呢，他就会击毙。不是，可以 scan 到，哎呦，有一个，就像这个样，就会直接炸毁。你看哦，没有炸毁啊。另外呢，仙本那从2014年开始呢就有这个海上禁宵令，就禁止吃宵夜。就是晚上6点到隔天早上6点呢，就是不可以有任何的海上活动。然后晚上的这段期间呢，也是会有人在巡逻的，所以反正就是很安全啊，你们不用太担心 ，OK。最后非常推荐大家来这个马达金，中文叫马达金岛，对，差几个字就是马达加斯加了，但太远了，我们直接先来这里。那么今天的影片就这啦，喜欢的话就按下不就订阅就订阅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OK, see you next time. 我们 check out 之前又来按摩了，耶、yeah. ！我想说你在做什么、欸？你在打猎啊？看这只超大的啦，刚刚跟比那只还要大超多的，好可怕！天哪，他们打架吗？他们怎么要打架吧 ？Oh my god！ 该不是爬向我吧？吓死我了 ！Oh my god！ 哎呦，被老婆跑出来。